有野，得多少的鬼？投降还是不投降？悉听转变。炮车，你看我给我打死你！变形完毕。铺平道路。没来吗？干嘛呀！我操，这还要追是吧？没闪，要出女神泪了。哎，要不要出瞌睡？
我被他好像黏住的，是时候进行扛不住的，他知道在旁边他很高。一组装补这个炮车是吧，没什么用，他躲过闪现打不过的，他躲过闪现我拉不开，很容易被秒。尼克要来了，砸下！他放你，飞掉了，120。已完全充能。你这么不讲道理吗？你有那么变态吗？我才不信呢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还有大招打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有眼，我操！他开大清线，呀雷呀，吓我一跳！有个骚位，哇，他这很难躲。这么玩游戏，不要回家 TD， 等我鳄鱼上线了。好恶心，还要 Q 我呢。居然还要 Q 我一下，是真恶心，腻我一下。能出装这么暴力吗？鞋子都不出啊。还有闪现，我们闪现容易抓我，太容易死，拿不开呀。这把稳住，这把我稳住，不要被抓死，应该赢了。这个机会，好恶心啊！跟我这么久吗？我好恶心啊！我都去刷个石头人再过来的，还在蹲，他都没回家的，好恶心啊，怎么能这么玩游戏啊，我都这么稳了，我都吃了个石头人再过去吃线的，蹲我这么久，哇，真的恶心，真的。你妈的，我刚说就被抓死，这伏笔啊，我被抓死妈一塔直接掉了。是羊朵朵送的灯笼啊，感觉老板送的灯笼，大气大气大气。哎，好恶心啊，这么玩游戏。哦，我都被抓死龙女起飞了呀，他把杜城吃满了。哇，这么玩游戏，这么抓的，我都这么稳了，我操。搞我，太恶心了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Yeah.
Enemy double kill. Unstoppable.现在要推荐吃塔皮呀，哥们。Shut down. It's up. Nico， 打到了，这发真服了。大炮一组装。正在冒烟。正在冲击。阿月。同一时间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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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御塔筑层即将剥落。哎，他们变大了。变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哎呦，他要打，他要打到我身边。还有个点。900坏，坏了呀！拉扯啊，兄弟，还有个表啊。普通给他900，有点坏呀。来喽！三人行，半肉的。他两个大剑，绝对不要回头。大双，无所畏惧。我们要打，干嘛呢？干死你！爆炸！谁无意？在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It's up!
不对劲，小龙也是他们的。白等级有点低呀、啊。等我磨漆，我发现这个伤害没那么高。放眼未来，他直接出血手。不要存，一定要锤上去卖，交给队友收割。我如果锤上去卖，留人一换三还行。这不能怂，死就死，上去卖，把人给留住。能打吗？我副有 TP 啊，打不了。哎，我只能转塞尔瑞达呀，我这半肉杰斯我不能再转黑切了，感觉我这半肉只能出个可血半肉啊，我还要转塞尔瑞达，但其实对面也不是没视角，主要我出黑切半肉感觉也不肉啊，出影魔刀吗？照一下呀！小心妮可开就行。但我第三个出波甲感觉有点抽象。没事，我们手长，我们就打 buff 消耗。我操，他三个大剑呢，伤害拉满了。OK， 现在 AD 没血了 ，TP 到后了 ，TP 到后了，看后面，看后面，他血手了。哎，小心是 Miko 呀。OK， 这边 AD 没多少血，他有血手，小龙也好了，打这个没有。注意妮可开就行。我们这边 AD 没带金化，他妈有个表，那个听到死哎！自己快过来了。妮可开太恶心了呀，主要我们辅助不在呀，我们辅助在大龙，要打吗？敌人还有大的打完了，
要打了呀，不能再等利克闪现了呀，等利克闪现我们这边好容易被开呀。我可血，你可出血吗？怎么还是死的？哇，伤害这么高啊！必须要出血。我感觉他那大，到底有没有出血？我感觉没回上血，他们打龙打这么快。哎，但我这个战锤不好和影魔刀啊！哎，还是装影魔刀了，太痛了！这一个土半血就没了。一个土一千多滴血，这魔法不行啊！直接秒了，伤害太高了，他神装呢？不杀他很难玩啊，他这伤害我真的顶不住啊！六级。阿月，不是这么恶心吗？这还要来找我，我操！找我是吧？妈蛋，喜欢找我，妈的不对。无所谓。能留吗？有人不这么留的，让我让他一次留。我要被一波吧，被一波了，回不去了。他肯定不会让我回去。这流人直接把家给流没了呀。